我以前不是打瑞兹带相位吗？打瑞兹就没有带过相位啊！你记错了，我甚至打瑞兹灵光披风都没有，怎么可能带相位？来个董哥解释一下为什么不可以啊？这东西是不可能的。 带加速的去打瑞兹就很浪费。别死了！说的是小兵，哈哈。我行，还是打的有点激进。酒桶可能要来了，打野抓人的话就看我们线上打的激不激进。我操，这小子还带相位啊！我那 W 被他加速扭了。 如果没扭掉我那 W 杀杀杀！兄弟，别浪费我的。啊！线被控了，这酒桶可能要来了。我操！妈拿着这两个人头去出肉，你玩不玩啊？那我就不跟你打了，那就都别玩了。 打野属于是给我们压力拉满了，刚才这手双 buff 外加人头，是不是啊？前面我们那波。 2v2不应该的，这着急了，打各种闪现是，给他两个头，这两个头就怕他拿来出肉，不怕对面肥，就怕对面肥了之后去混，我操！nice，收分，操！ 我想要上去吃吧，兄弟，别蹲了，酒桶。瑞兹可能要开车，兄弟。 马上到，拖一下，猪妹扛一下。那没有闪，应该没闪。刚哥几个都没闪。大招隐身。
挂断阿首尾，压起身，压起身，没通道吗？哎，就是拉扯，就是没兄弟，去拿先锋，纯在拉扯。不过我这解的控有点解的有点快啊，我符文点了10韧性，你们知道吧？符文这里 W 挂上。 对面是个鸾斧，他们做事野压力应该很大，所以我这手拍眼刀可以让他们视野压力非常大。猫咪放一眼，每放一个眼都是生命危险。这女的开出牌掉应该可以。 nice，摧枯拉朽，我的 fuck，帅，看。 说实话，我这个冰刀考虑的比较靠后了。哎，给猫咪 nice， 哎，猫咪怎么给了我一点？ 我这把六神装应该已经定死了，接着烹饪巨石这样，赛热的，打得好。 别着急，用意了是吧？先拿着，还在这 ，Hello。 这波提前已经站好身位了，他跳过来直接贴我脸，困了吗？大招隐身，不要让他借位别，一个去围。说错了，不要让他借身位去触发相位加速。 你看他一 W 的手势出来了，但我隐身他突破不了，等死。哎，拿下这一把，我们的男刀真潇洒。